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来我奶奶家了，帮我奶看家。我奶今天一大早啊，都让她那个姐妹把她接走了，好，貌似又出去送煤去了。我奶今天给我下达任务了，让我来检查检查那小兔丢没丢。小黑，过来。这兔子还是挺安全的，一个人没丢，要是丢了我奶又还待不住了。这黄鼠狼是黑上我奶了，把我奶折腾的都要神经了。丢了一只鸡，一只鹅，一窝兔子，损失惨重啊。这里还有一只孔雀，两只珍珠鸡，没啥问题，挺安全的。看我们家小不点多大了，只可惜呀、是只母孔雀呀，要是公孔雀都会开屏了。儿子，要小别墅里待着呢，你也不拿个耗子，还跟黄狼的拜把子，今儿饿着吧啊，不喂你了。我这有个想法，大家伙儿感觉小峰这个想法怎么样？一会儿我从这鸡棚里逮走一只大公鸡，我都说让黄狼子偷走了。有愿意出蘑菇的吗？有愿意出蘑菇的话呀，一会儿我都办了，咱就来一个小鸡炖蘑菇啊！走吧，媳妇儿啊，任务完成了。不敢家了？看啥家呀？有这待有啥意思呀？领你玩去了。这锁不使了，直接都给他换，换锁。那还进来聊的？进不来，所以这家都丢不了。我说新锁。你可真聊，这钥匙都只有我有，谁也进不来，小偷累死他偷不了啊。出来。好，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看家的，能把锁换了，哼，这家看他安全呢。媳妇儿，你说哪要突然之间回来拿他钥匙开不开门，他会有啥想法啊？我想想都好玩。回来我就说你干的啊。你也不说你干人家，你赖我。你肉厚扛不走。你快拉倒吧。老太太回来了。奶。哎，那个，你那个，你给我看家啊？咋好看你家呀？要连我都进不去了，那你想干啥呀？不可能。没钥匙开不开了。那你是没查对地儿。往头去。那么我出去那么大会儿，那么得换锁干啥呀？那你说我都进不去了，连我都进不去了，都你这看家的，真是该打我冻死了。这锁倒是您的之前的锁。我看你真是找修理了。你这你拿多大能的吧？拿来练过。走。你再说也不跑了啊！你这家可看街的了哈，刨去你谁别人进不去。你开开！你早开，你早不来修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拉我奶出门，让我奶奶帮我那同学要撮合那个秦婶去。之前不把对象聊崩了吗？让我奶给周车去。逗你们同学。这是老大难，我给找十个都摊崩了。你们同学呀，这回要是周不妥呀，实在要是说不上啊，都让你们同学上女儿国吧。那还得穿越，不穿越还回不去。到女儿国抢掉帽子，这车凡是我最后一次了，不想再周二遍了啊。那这都靠您了啊。中，你在那儿等着吧，我自己去了。大家伙儿感觉我奶奶能把我们同学这事儿能给周正不？哎呀，我那同学找对象属实是够难的呀。我也尽力了，如果这次再不成，我奶确实是要不管了。奶奶这快就回了？没在家，走家走吧。我那女的没在家，那您干啥去了？那个那女的没在家，她妈在家呢，跟她妈嘚过两句，她妈说吧，这家她不当。你不有女的那个微信吗？到家跟她聊两句去吧。咱们这网友们有杨家洲中学毕业的吗？想当初小峰也差300多分都考进去了。别吹了啊，本身西北风都挺大啊，带老人吹三舌头。嘿嘿，我天儿，哎，你真会呛我呀！啊，恰好不如让您在这吹呀。堵号空凭水泥还强呢。哎，我是直接给那女的打视频还是打语音呢？你跟这聊啊？
嗨，直接的你都那个别给他弄这事儿，你都直接的都给打一个那个信息得了。他要那个咱们要商量好了都中，要商量不好都拉倒了。先探探风口呗。是啊。那我给人女的发啥呀？我咋跟人说呀？你都是尽量让好说，都说人家这家呢挺好的，挺阔的，那个那人呢人品也挺好的，都是这一样不耐说，人家也挺能挣钱的，你都是咋好咋说。来，我这话中吗？中，都这样说吧。中了，这咱们都等女的话吧，咱们先喂脑袋去了，吃饭去了。来，女的给我回话了，她说你同学说话办事太直，跟根棍似的，她接受不了。完了。人家这丫头一句话都打我呛回去了，让下我没法进行了，没法说了。那这没戏了吧？没戏了。那你们同学腿不耐说也也是，那你说让人家那啥，那走不了车就拉倒吧，咱们就甭管了。枪扭瓜不捡，回去我告他吧。对，你告他吧，咱们那个别让人家等着了，有好的再让人说别的去吧。大家伙感觉我们同学这种性格找啥媳妇好啊，埋子干不了了。